有的同学画水珠居然是这样做的，你在施法吗？今天教你快速画出水滴效果。首先拿出你喜欢的颜色，在纸上划拉划拉，画出均匀的色块，然后画出喜欢的形状，圆形、心形、椭圆形都是可以的。在右边画上水珠的深色部分，记得往左过渡自然。画完之后，在左边画上水珠的影子，颜色可以深一些哦。画到这里，有没有觉得水珠的立体感就有了呢？不要着急，魔法才刚刚开始。最后用白色颜料或者高光笔在深色这边点上高光，效果咚的一下就出来了啊！完成，你学会了吗？